如果现在你女朋友不是我，你女朋友是别人，但是呢你遇到了我，那你会为了我跟你女朋友分手吗？我不想回答。你快说。那你那意思就是想让我出轨呗？不是呀。那我不跟他分手。你不爱我对吧？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我喜欢你干啥呀？老铁，你谁呀？你又不是我女朋友，我喜欢你干啥呀？你小丑啊。我生气了。你踹我呀，这位女士，你尊重一点啊，别跟我有什么肢体接触啊，我女朋友看着该吃素的，听着没？别动动脚，跟你说。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我不是，因为我已经跟别人好了呀。那我呢？那你要是晚一点遇到我怎么办？那你是木人呢？我生气了。你真生气了？嗯。我说就是咱们现在就是生气了，而不是刚才假设的生气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我出轨，我跟你俩好，就咱俩在他背后偷摸的，我们俩。你的面怎么那么差呢？你渣男。啊，你没有原则吗？我没有原则。嗯，老铁，你要想打我揍我，你可以就直接来，你根本不用铺垫那老东西，知道不？你说你刚从阳台出来，嘎嘎过来两下就完了，你就接着回去晾衣服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就是我找茬呗？哼，我没说啊。你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我找茬。哦，你要这么理解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好吧。啊？你起来。干啥呀？去把阳台上衣服晾一下，干啥干啥。筷子去呀、啊。